谢谢你留言。我只回答一个问题哈、啊，你提到了这个过去被郭文贵打成伪类的什么痔疮啊什么的，其实这些人都是革命派，从理念上、观点上，全部都是革命派，甚至有些是激进的，比如说夏野良，他曾经不是提出来什么海豹突击队这个对吧，外科手术打击中南海嘛。都是革命，韦东也是革命，韦石啊，希诺，都是革命派，没有改良派。真正说希望中国和平过渡、改良，从高层改革，过渡到这个啊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法治状况，那就是郭文贵啊。当然，郭文贵个人呢，他政治诉求啊非常低，因为他的这个知识不够。他打击的那些人啊，并不是因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。袁宏斌发明一个伪类是给扣帽子，袁宏斌扣了帽子之后呢，这些人呢在这个郭文贵的这个狂轰乱炸之下，实际上就乱了方寸，他们自己心里没有底，所以就被打成了这个名声扫地啊，是这么个状况。我私下了解啊，凡是被打成伪类的这些人都是革命派，你记住了啊，这是我说的啊，凡是被郭文贵痔疮啊什么打成什么癞蛤蟆啊什么史诺什么，都是革命派，在理念上都是革命派，没有一个是改良派，这个你要搞清楚啊，别因为你可能不熟悉。那么李鸿宽当然也是革命派，郭文贵打谁不打谁绝对不是说看你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，他是看你是不是拍他的马屁，顺着他的意思说啊，你要在他面前保持一个独立人格，像我这样的或者学问比他大水平比他高，那他是一定要灭了你，早晚灭了你，是这么一个实际情况，你明白了吧？李鸿宽的情况比较例外，可以说海外民运当中是独一份儿，就是说李鸿宽实际上是多多少少被埋没了，李鸿宽呢就相当于一块金子埋在泥土里边，现在郭文贵呀狂轰暴雨冲一下能把这金子给冲点光泽出来，他的这些粉丝呢撒泡尿一撒在这个金子上就把金子给冲出来了，你知道这个比喻吧，其他人啊要不就是个就是一个泥疙瘩啊，要不就是块砖头啊，狂风暴雨一冲就冲没了，经不住吹呀，因为都屁股后面都有事儿，另外自己做的贡献也不够，李鸿宽是个例外，李鸿宽自己确实没有事儿，没什么事儿啊，没有污点，花20万他也买不着污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李鸿宽的贡献只能说被他吹到风口浪尖上的事儿，大家才会议论，大家就知道李鸿宽做的贡献了。以上是李鸿宽在2017年11月29日的傍晚做的一个简单的评论，评论到了这个郭文贵爆料当中被打成伪类的这些人，他们到底是改良派呢还是革命派呢还是什么什么派。其实伪类这个概念啊，是袁宏斌教授发明的一个文革式的帽子，就是专门扣在谁头上谁就倒霉，然后这个郭文贵这个狂风暴雨啊，这个率领了一大堆这个脑残粉，然后狂轰乱炸把这人给打下去了，这些人的真实的政治立场现在到了给他们平反昭雪的时候了。我是李鸿宽，谢谢收听。